大好山竹，又到一年挖果根、做果粉的时候，听说这里有这么大一根果根，山药他们已经进去了，赶紧过去看一下。一地的笋子，一看就是被什么吃了的。他们说上面有熊，是不是被熊吃了？这就是这个果根，但是有点可惜，这么大一根，它这样长上去的，长。好，这一段里面就还有一点粉，但是啊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像这儿一块这么胖的被挖起走了，换个地方挖，换个地方。但是没得那么大，虽然看上去这个盆很小，但是这个土地很好，这儿土比较松，它下面容易长土。下面的果根已经小，挖开看就晓得。这难度比较大，因为这儿有根树啊。这根是它的主藤，这边有一根小的。那我们主要挖的大的在这下面，把周边排除。看了一下，尤其这一根树啊，不可能把这根树挖了，所以这根不能挖，你再去找根好挖的土埋起来。又找到一根，虽然小，它长在这个坡上，就比较好挖。看上去虽然小，但是挖开之后就不一定。越挖越小，从这砍断。小之后长这样，像这一种比较小，粉比较少，就拿来当零食吃。赶快搞一下，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大家好，山竹，今天我挖果根，顺便找下果根虫。像这里面一看就可能有果根虫，而且这有一节、两节、三节，这里面的虫都是害虫，都会让果根藤死掉。啊，像这里面的已经爬出来了。捆起绑起，回去把害虫灭出来。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果虫，这一堆剥完看还一共有好多。果虫就在茧房里，但这个季节大多数都跑出去了。没有了，这里面就有。这是我们的果虫，不好的话，这一节就要专吃个。直接把带虫的茧一起烤，出来的味道，看看如何。烤熟，搞一下。嗯，好香。有点像吃那个花生米，它表皮太香了，还带点回甜。Nice， 剥了这么多，拿去洗一下就可以开炸。大哥，一半麻辣味，一半原味。先尝个原味。哇，太香了，就像花生米一样。再来两个麻辣味，哇 ，nice， 太爽了，下酒一绝。
还可以，甘蔗一样。